被曝感情破裂，谢娜晒亲密和照例破谣言，何炅回应三个字显大气。娱乐圈中有一种友谊叫做何炅谢娜，两人相识多年来始终相互陪伴，他们的关系用友达之上，恋人未满形容最合适不过了。除此之外，何炅还是谢娜双胞胎女儿的干爹，和张杰的关系也犹如兄弟。但是近日何炅和谢娜的关系却被爆大不如前，因为此前何炅都是以娜娜来称呼谢娜，但是如今却在快乐大本营中直呼谢娜的名字，两人的关系也引发了网友的猜疑。9月10日教师节当天，谢娜也在微博中晒出了与何炅的亲密合照，并配文，照片中的何炅和谢娜在一处环境优雅的地方撸串，两人紧紧地挨在一起，比着剪刀手卖萌。何炅对谢娜也犹如妹妹般宠爱，